凡此病脉大而缓，其后饮食不减，起居如常，但时发烦热，可饮无度，此属症也。易治，知母散逸服便愈。若烦热困倦不食者，暑气伤胃也。服温中汤药即愈。若服香茹、六一寒凉等剂，冰损胃气，多治便疟痢泄泻诸症。甚之，若暑气克于心包络之经，令人沾言烦渴，欲饮冷水，小便秘色，大便下赤水，当服阿胶丸，当归芍药汤而愈。若暑月饮食冷物，寒邪入客胃中，至腹中作痛，宜金叶、草神、全真、莱附等单连二服便愈。若以凉药下之，便为中满皮泻。若元气虚，早间行路，冷气入腹，令人心肚作痛，宜服金叶丹或莱附丹。凡暑月人多食冷物，若常服金叶、全真、莱附、保元等丹，自然脾胃调和，饮食不伤，但少壮人需五日一次，恐热上攻眼目也。中暑之症，原指寻常，苟可饮无度，知母散可易服，若困倦不食，合饭温中，摄暑客于心包络，沾凡饮冷，逆色变赤，清心凉血，皆一剂可愈者。若今之医家，将一切内伤虚寒之症，亦认为暑，自用寒凉，朝夕靡靡，即便因身冷脱，犹云暑邪内攻，病势深重，难挽回矣。兼遇明眼高手，投以参复，有且从中阻挠，既投之有效，折言之是我原欲转手，不为取意一同，投之不效，谗言风起，一间谢却，罪归参复，并加本不识病情，未免随之怨唱。皆此种医人，天凉尽丧，与俱热肠，常遭此背棒类，因书此以致慨。又括号